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闭幕式。是团队、新闻工作者、志愿者和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向取得优异成绩的武术健儿们表示热烈的祝贺。请允许我代表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、中国武术协会、河南省体育局、郑州市人民政府宣布第9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